欢迎大家嚟到动漫废物电台讲漫，我只帮点五集系列，希望都仲系点五集啦，因为呢排多访问，我惊变咗点六集、点七集咁样。系啦，咁大家好，我系新年，咁另一位主持都喺度嘅，系 DK， hello。咁大家画面都见到啦，我哋今日请咗两位嘉宾上嚟啦，咁一位大家应该熟悉啲嘅曹总。系，大家好。咁另外呢位咧，其实就系曹总依家佢新公司嘅 partner 伟业啦。喂，大家好，你好。其实唔止一个嘅，仲有另一个嘅。不过佢今日咧，我见到就好似太逼啦。我对唔住，叫佢唔好上嚟啦。系啊，我哋迟啲会再发展得好啲，租张再长啲嘅台。唔系，佢暗示紧咧，叫我减肥啊。唔系叫佢减肥，系啦，我减肥，系啦，冇错，几乎兜唔到。我努力当中噶，我就系，唔系你每年都系噶啦，过完书展同文字就开始要努力下嘅，要系啦。跟住然之后新年食肥翻，跟住又减翻肥，减到五六月之后就要呢啲。你同佢好了解佢，因为曹总呢个 look 佢 look 咗十年噶，系冇错，系即系来回地狱，有次反人间就系去呢啲。你唔觉得咁好玩咩？死够好玩啦，你咪死。我唔觉得死好玩。OK， 继续，我哋翻嚟。咁今日请咗曹总同埋伟业上嚟咧，就因为其实今年啦，就曹总就开咗间新嘅公司啦。冇错，除咗自己嘅 studio 之外咧，仲开到一间公司，大有创意文化有限公司。冇错，系啊。咁啊，点解会开到一间又系出版？点解会开一间同类型嘅公司？自己打自己？其实咁嘅就唔会打嘅，点会左手同右手打咧？咁跟住其实主要咧系因为我。公司就諗法，即係我諗法多就大家都知啦。其實係咁，我貪心啊嘛，咁我咪諗好多好多嘢嘅時候，我又覺得應該分得清清楚楚嘅。嗱，譬如首先，我覺得係即係真係做嘢嘅接 job 嘅，應該係 Webshop 嗰邊做翻嘢。咁而因為再加上就係話，我希望行前多做步，出版多啲嘢，做多啲唔同嘅嘢。但係其實我又自己知道自己是，其實我邊鬼度做咁多嘢？簡單嚟講，我係唔識做生意噶嘛。咁我唔識做生意嘅，起碼要揾個識做生意嘅人幫下手先。即係起碼，譬如假設，如果我做出版社啦，我需要編輯啦，即係起碼編輯呢個才能先啦。我又需要有人睇住盤數啦，即係我盤數係垃圾嚟噶嘛，其實係。咁我一個咁嘅人，咁你要正正規規做一間出版社咧，真係要多一啲唔同嘅人幫手嘅。咁就所以就衍生咗大有呢間公司出現啦。所以其实将来 Virtual 那边就会可能是一些你做其他设计又好，帮人画嘢的 job 又好，但出版那边就会集中在大友这边。没错。OK， 是的，那分开两边反而定位清晰了。我必须要学习是这样的，如果不是搞到这些乱晒，因为就算是单一样东西，数字都我都搞到我死了。即是这笔数又去了哪边，这笔数又在哪里出，那我应该所有我 partner， 我帮我自己掂到。跟數相關的人呢，我就聽到十八個字出口很形象化，一個個掟落你死了你死了你死了咁咯。其實件事可以咁樣嘅，我哋嗱大友咧都會幫佢接很多不同 workshop 嘅嘢嘅，只不過咧大友抽傭再判翻俾曹志豪先生嚟做啫。所以大家咧，如果你有咩需要嘅話咧，亦都可以揾我噶。你話翻俾我聽，你有咩需要咧，我會照幫你傾一個好價錢，壓低佢嘅人工。嚟做呢單工作，係咪即刻要搜翻個電話號碼喺度？我即刻 keep 翻出嚟。咁你好似打電話去 TVB 徐小姐咁樣咯。咁我想問啊，咁啊曹總，你咪可以創作方面就可以即係專心啲咯，因為你處理嘅嘢係少咗噶嘛，應該係。當然多咗啦，因為首先我自己創作其實唔會停噶嘛。係。咁我唯一我維生咧，嗰度唔賺錢，邊有得支出咧？咁所以咧。兩邊都做多咗嘢嘅，再加埋因為做出版嘅緣故啦，咁我需要睇下其他物色一啲啱嘅有潛質嘅作家啦，咁或者同一啲人傾下合作啦，呢啲其實比我以前額外再多咗嘢做嘅，係事實。係，你講到呢個位置我就跳一跳個問題先，因為其實你頭先講到咧，你會揾一啲有潛質嘅作家啦，因為之前其實 Virtual 嗰邊可能你會比較。集中去出自己嘅作品啦，咁今次終於係出一啲你冇參與嘅作品，我咁形容啱唔啱咧？你冇參與，定其實你背後其實做咗好多嘢？有啲有要做嘢嘅，其實係首先你揀啦，揀係一件事嚟噶啦，因為都係個投資，同埋因為我都想除咗會諗就係究竟呢一次出版單次出版就賺唔賺到錢之外，我仲要諗埋就係話。可唔可以跨媒體發展？因為其實我成個腦都係，甚至公司嘅目標都係跨媒體發展。咁如果冇能力跨媒體發展嘅作品咧，其實咧，我又覺得我會排後少少噶啦，會係。其實咧，我補充少少啦。曹總嘅嘢咧，真係做多咗嘅。你可以睇翻我哋今年出版嘅幾本啦，好似
我哋出咗两本小说啦，系咪？跟住一本漫画啦。咁呢三本亦都系唔关曹生事噶嘛。但系你睇到我哋公司嘅出品，就算小说里边都有图同埋文字去夹杂嚟，成为我哋公司嘅风格。咁图呢方面，曹总一定要把关噶啦，啱唔啱先？所以呢个系专长嚟噶嘛。即系哪怕张图唔系曹总你画，其实你都要再做。嗱，有几样嘢啦，首先定位上啦，定位上必须要就系因为我。始终我冇得呃就大家认识我都系就系漫画家出身，咁正因为呢个原因咧，所以我就会觉得就系喺我嘅出版社，所有嘅书小说都要有图，即系系图文小说嚟嘅。系咁，如果冇图咧，其实我又觉得同我扯唔上任何关系，关我鬼事咩？其实香港咁多出版社，咁不如其他出版社出啦。咁所以呢个定位系我自己俾自己嘅。咁所以可见嘅都会咁，同埋就会我会睇埋个小说啦。可能我未必成本睇晒，可能我会就系睇几个 chapter 啦，跟住知道大纲啦，同作者沟通啦。咁我知道值得继续一齐合作行落去嘅时候，我就会揾一啲合适嘅画家嚟一齐合作咯。咁而呢个过程入边，咁当然都有一啲其他嘅，例如好似 Panana。都有合作啦，咁我都会系啦，咁我都会同佢倾，即系除此之外就系、是、一个白间都系嘅，咁佢就话啊，有冇一啲合适嘅你或者作者想要嘅人咧？咁佢就举荐咗啦，任阿仪啦，咁跟住我一睇，因为我不嬲都好欣赏佢嘅，其实系，咁所以变咗佢一讲，哦得啦，呢、這个完全唔使怀疑啦，唔使就博取啦，即系最惊就系我俾唔俾钱嘅啫，其实系，咁当然。呢、這個傾就順利嘅，順利咁，所以呢個合作上就呢一個位置我就會守住咯，即係點樣去係配合到作文本同埋畫，點樣可以互相配合咯？呢、這個會揸得緊少少。誒、嗯，啱啱講到就好尷尬啦，因為我今日其實。主要想帶翻曹總嘅出點書，偏偏我就係唔記得帶元宵嘅，同埋記得告白家。我哋緊要嘅，我聽我描述得噶啦。大家啱啱見到 key 翻出嚟嗰兩本書，咁就係、是另外曹總佢哋今年公司出嘅就係嗰兩本啦，《元宵姐》同《記得告白家》。但元宵姐特別少少嘅，元宵姐最特別嘅地方咧，其實咧係當日傾嘅時候，我同 Panana 開傾合作啦。咁跟住咧 ，Anthony 就會就。推薦了幾本、哎、可以合作，可以大家一起溝通，進一步溝通啦。咁其實一講袁小姐我就二話不說，都係即刻話，誒、哎、呢本正咁咯。即係正嘅原因其實係我睇咗好少嘅啫，其實係咁係因為工程背景。咁咧，因為其實可能大家唔知道啦，其實係我其中公司 workshop 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客户咧，其實係間建築公司嚟嘅。係咁呢間建築公司咧。咁其實係曾經有分享一個小故事先啦。呢、這個小故事就係咁嘅。我記得當日做一個建築公司邀請我畫畫啦。咁畫畫嘅時候，咁跟住就入邊我畫咗張畫，佢老闆個當時個 CEO 就話掉咗啦，唔要啦依樣。跟住我有問題咩？咁你又揾我咁樣？咁我當時咁諗嘅。但係講完之後咧，我就覺得啊呢件事啱曬啦。咁點解咧？就係、是、因為嗰張畫咧。其實要向工匠致敬嘅，咁而我咧衰到咧畫個人揸個電鑽都畫錯。哦 ，OK。咁既然咁基本你都錯到嘅時候，如何有能力向工匠致敬咧？咁跟住當時個 CEO 就好型咁啦，型到爆炸啦，佢就係嗰啲億億聲嘅旺角就係、是，我唔理你公司有幾人啦，咁你全部攞安全證同我落地盤學曬所有嘢，你先畫呢張畫，錢我包啦。几好型啊！呢啲你硬系识到呢啲老细噶，呢啲好型啊！你啲型到爆炸呢啲，但系正因为咁有一年时间咧，我真系全公司一齐去落地盘做考察，咁有唔同嘅行业，几百个行业，逐个师傅试晒啲嘢俾我睇啊，拍晒片啊咁样，咁就多咗一份感情，多又有认识啦。咁跟住同工程界有关，跟住入边又。再睇咗幾個出啦，好有趣，同我所知嘅好多不謀而合啊，直情 connect 到啊。係，咁就跟住，哇！呢本正啊，呢本寶嚟嘅，對我嚟講，即係公司開第一本漫畫咧，一定係呢本啦，唔使講啦。咁所以呢件事就促成咗呢個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好重要嘅緣分咯。係，但係你嗰一年你就應該未必有機會落手試做噶啦，你最多都係睇嘅。咪俾啲師傅鬧咯。哦，係。師傅係咪咁樣呢、這個咁啊？唔系咁点做啲啊？你嚟做咯咁样，唔系我问声啫，唔系你话唔系我啊嘛？我几时话唔系咁啫？啲师傅系咪以为其实你系大佬落嚟管工监工？嗱，我听到嘅，跟住咧喺耳边听到啲说话嘅，跟住咧就话，
啊，啲大代嚟咗，捻住晒做嘢咯，咁咯，都系一个几有趣嘅，有趣，好有趣。嗰年其实发生就好有趣，即系又知多咗好多嘢啦，即系唔即系我呢一生人或者任大部分人都唔会有经历过呢、這个，即系除非我系四大入边嗰啲太子啫。如果唔系，点会揾到全个地盘最大嗰啲人？由拍地开始讲一次俾我听，究竟由拍地系点啦？个条数点计啦？点样出起职啦？点样出去再落每一个行业？即刻叫人示范一次，你拍片你试一次啦。其实我谂唔会有第二次嘅机会咯。咁所以我觉得嗰个经历系好，即系好特别，同埋再加上就系话喺我咁中意新嘢嘅人咧，即系不都试下嘅时候咁贪心咧，就系呢个好难得嘅机会咯。其实各位听众亦都可以在这里知道，就是成日都会说，哎，为什么曹总你一年才出一本书，这么慢的话快点。三个月画一本就得了，三个月画不到一本算什么漫画家。他为了要画一幅画是用一年时间落地盘去做很多东西的。没错，我要戴安全帽啦，跟着上班啦，跟着又要那些安全带被人吊上去啦，要试的真的要试的，如果不是不给你入的。另外我都想问翻嘅就系，你哋今年出版社其实有小说有漫画啦。其实你哋既又出小说又出漫画，你哋个出版社其实个定位会系点样样？因为可能坊间嗰啲出版社佢哋只会出小说，有啲又净系出漫画噶嘛。你哋会点样定位公司嗰个出版嘅市场计划？我就会首先谂就系真系定位就系一个有冇潜质做跨媒体，跨媒体系我最重要嘅，即系。當我如果找到那些合適的呢，那我就會跟住就會想就啊可以做些什麼呢，那跟住就去到下一步了，下一步就 pass 給我拍檔了，條數怎麼計啊？喂，明白點啊？我啊，不是我啊，是啊，沒錯，是啊，即是葉就是負責去管，即是計數做 project， 是啊，即是不一做啊，我其實我搬東西而已，你不知道現在净系搬嘢，计完数要搬下嘢啊，跟住好大嚿钱喎，要搬。唔系噶，你真系咪想搬下？我有好多嘢可以搬噶，俾你。唔系，即系其实最主要就系我同佢嘅分工啦。即系坦白讲，我喺创作上我就冇佢咁叻噶啦，我只系睇公仔书大嘅啫。咁呢一方面当然交俾佢啦，但我会觉得呢一门生意系点样做，点样先可以做得好？当然啦，先做得到先啦，点样先？做得到，跟住再做得好啦。即系今年我对我嚟讲就系一个好好嘅经验啦，同埋佢好多嘢，尤其是数字啦，佢好安心交俾我噶，因为佢唔识计。冇错，其实好，即系我哋嘅分工叫做系咁样咯。好似佢创作上，我净系俾下意见啫，讲下啫，得唔得啊，大佬？我都系咁样问啫，所以我就佢一讲数字啊，你唔好讲啦。你唔好讲啦，你得噶啦，你做翻创作啦，咁样，所以我哋分工好好噶，我哋唔会争嘢食噶。這个都几得意嘅，就系好题外话，唔好意思阻你时间嘅，就系我喺节目都有同我啲听众分享过咧，因为我正职做会计嘅，咁我嗰阵时我成日都会有一种想法，就系做开公司咧最好唔好自己一个，最好揾partner。因为你一个人你有时棘喺啊某啲位嘅时候咧，有人可以同你商量系一件好事嚟嘅。咁但系咧揾 partner 咧，我系有个好特别嘅想法，就系最好揾单数，单数可以投到票，即系二对二就好麻烦嘅。咁除非你永远投票都系嗰两个一边你自己一边，你可能慢慢你会有一种啊佢两个系咪夹埋一齐嚟整鬼我嘅感觉啦。咁但系我又觉得做生意大家成熟。唔会咁样样嘅，而另外嘅嘢就系咧，最好揾 partner 咧，揾啲 partner 大家识嘅嘢系唔同。啊，这个我系认同嘅。反而你话细公司啦，尤其是你创业嘅时间啦，我就唔会话一个啊、两个、三个啊。其实你睇下你大家嘅功能同埋做嘅嘢系点样做嘅啫。坦白讲，你俾你五个俾你投票都冇用啦，四个唔乸做嘢嘅。咁当然系啦，因为同埋再加上我，我觉得就系、是、岗位。即係專長唔同咧，係好重要嘅，因為你 overlap 咗咧，即係呢個人係廢嘅，即係真係唔需要嘛，重疊咗嘛。同埋個崗位咩咧，就話嗱兩個人見解一定唔一樣嘅，但係兩個都擅長於同一樣嘢喎，咁即係打崩頭啦，永遠都嗌交收場啦，就係、是。但而我哋又會諗咗個方法解決到呢個問題嘅，譬如話喺創作上嘅，咁阿偉可以俾意見嘅，
咁俾跟住啦，听唔听我嘅事？试下俾嘅咋，俾嘅咋。嗱，翻转头啦，调翻转亦都话生意策略上嘅，咁数字上嘅嘢嘅，我都可以俾意见。听唔听咧？嗱，我都系俾意见嘅啫。我听嘅，我真系听嘅。O K O K， 真系即系我会，即系真系事先我哋倾好晒呢啲嘅，即系决定权边一 part 决定权喺边嘅局嗰度，因为大家擅长嘅嘢唔一样嘛。咁如果你死都要谂啊，我直觉我觉得咁，咁不如你解释乜点解咁样好嘅时候，你哑咗嘅时候咧，因为你唔识，我觉得咁就收档咁样。同埋真系，即系我经历咗好多，其实我经历咗好多好多，即系呢十年间咧，其实咧系合作咗好多生意嘅，其实系。咁嗰啲生意咧，全部都系唔系我自己退股，就系、是、失败收场咁啦。咁我都觉得系学咗少少嘢嘅，即系好其中一样嘢。系书籍都有系咪啊？唔系咯，系啦，就开始我就嚟卖血噶啦，一卖肝肾啦，卖晒噶啦。卒之啦，我同佢拍咗档都五六年啦。我今次名正言顺，我做咗佢拍档啦。我睇下今次，哇，睇佢仲有冇得输，我真系睇佢仲有冇得输。咁所以我好多输，好多输，系啊，好多输嘅，大赢嘅。今年真系出好多输噶，系。唔系，事实咧系噶嗱，譬如假使间好似今年，即系如果你。識咗咁多年啦，其實大家都識我咁多年啦。其實我都係每年一本，點會無啦啦今年一訂又有五本啊？咁其實都係因為有呢一個分工，大家一齊諗一齊行咯，就唔係我自己孤軍作戰，同埋又唔係我啲所謂藝術家，淨係覺得自己嗰啲好啊，自己嘅諗法最好啊。咁起碼唔係咁咯。嗯，好嘅。咁但係頭先誒，譬如袁小姐咧，同 Panana 合作，因為其實袁小姐 Panana 上面基本上可以免費睇嘅，咁啊，甚至乎其實阿東媽佢自己 IG 其實有時都會擺好多若干嘅篇幅喺度，有免費兼網上嘅渠道，其實你哋同實體書籍嘅關係會唔會有一啲即係驚佢影響到個銷量？啊，佢從來我冇擔心過㗎，因為其實我係真係相信書嘅。咁我覺得其實首先我覺得係兩種人嚟嘅，就。另一個比喻就是說、以前是網上很多人說盜版啊諸如此類那些，其實我沒有一秒介意過的，沒有介意過。其實第一點就是因為我覺得這個世界大趨勢來的，是沒有，你沒有權反對，等於今天用 AI 一樣，你沒有權拒絕的，沒有權介意的。但是當看完個數據的時候，其實你是因為當然書是跌緊嘅時候咧，其實係一個世代嘅變遷嚟嘅，咁所以我覺得嗱，你又冇得介意，同埋呢個世界係行緊，咁你只會諗辦法啫。但係紙本嘅存在個價值係冇變過嘅，咁、所以相對亦都話，就算網絡睇完嘅時候，我都相信紙本嗰個威力、紙本個價值，所以我唔覺得係一個好大嘅攤薄咗啊，或者唔會買，我唔信嘅。嗯，同埋你會唔會有一種想法，就係你會咁樣樣嘅情況底下，你會為紙本增加啲價值？因為譬如袁小姐咁樣，你哋係特登吞咗隻袁小姐王俾佢。係，冇錯。係啦，咁呢啲其實喺網上面睇，同你齋本實書上手嗰種感覺好唔同啊嘛。嗱，呢個都係嘅啦。紙本咧，因為其實你入邊咧有好多功夫，其實你係喺網絡喺個屏幕上，你永遠都享受唔到，就係你用緊咩紙質啦，你印刷出嚟效果啦，你整喺個包裝啦，你實實在在攞出嚟，係完全兩種感覺。正如啱你所講，就係開頭嘅時候咧，就係準備要做實體版嘅時候咧，咁我同 Anthony 都商量過嘅，就係、是、啊咁樣，其實係咪跟住我第一個反應咧，就係因為我慣咗，我中意顏色，我就一定講唔講得彩色啊，加唔加？跟住佢就話冇可能做得切嘅喎，咁樣。即系先唔理究竟系阿东妈做唔做，时间上愿唔愿意做啦，但其实时间上都一定唔可能。咁跟住我就开始谂，就系、是、我就谂下有冇其他办法啦。跟住我就谂起就系、是，不如加只单色俾佢啊，加只单色令佢独特少少咯。咁跟住就后屘我诶就选择咗只黄色俾佢，所以我揾咗啲 reference 俾啊，可以咁样个呈现咁嘅效果。咁果然咧就。动画劲嘅真系，一试就诶系咯，嗱咁咪啱晒咯，即系你成件事即刻通晒啊，咁就即刻可以博取啦。但系所以咪你冇经历，你考虑纸本呢样嘢，你就唔会考虑嘅。其实你喺网络不嬲都系咁睇嘅咯。其实使乜要改变咧？咁但系原来改变之后呢、這个化学作用，原来就即刻出咗嚟啦。同埋就係曹總，即係眼光好啊！揾到東媽咧，即係東媽亦都為本書再增值嘅，就係其實本單行本係有一個短篇，
前传系啦，系叶曼嚟嘅，唔系格曼嚟嘅。系咁呢样嘢就系即系为本书再增值咗，就系、是、其实你系袁小姐嘅 fans， 对你嚟讲呢个就系好特别嘅。其实我好欣赏东妈嘅，其实佢根本即系你将佢嗰件事，佢真系为件事好啊。如果唔系嘅话，其实佢都系收版税啫嘛。坦白讲，我咪俾翻先狗稿你。唔系咯，咁你问下，我唔会多咗一蚊噶嘛。其实我嗱做唔做，其实咧咪一鬼样。咁但系佢会觉得点样令本书好，即系等于我哋平时。即大部分創作人都是其實是即咩叫賺咩叫蝕呢盤數永遠都計唔識計嘅，但係咧你永遠就只係會諗我點樣可以令本書好一啲咧？即永遠都係大家一起向呢個方向出發啦。咁我呢件事就係好容易升到啊！呢件事咁啊，但係嗱，即係曹總就成日都會提到啦，頭先我都提過自己怕悶啦，中意玩新嘢啦。伟业，你作为佢嘅拍档，系咪好似经理人咁样帮佢睇住啲档期啊？咪成日要催佢喂曹总，唔好再接嘢，唔好再玩啦，下个礼拜 deadline 嗰啲。我讲得噶，我唔知噶。其实又冇，我哋依家又未去到天王巨星咁样。系啦，冇错。咁多嘢做，即系只不过咧，其实嗰两个月咧，尤其是我，即系有啲嘢咧，真系睇到几眼冤嘅。咁。因为话说咧，其实我同佢都唔系今年合作噶啦，即系好似上年系咪做嗰本叫《战鬼》啊？嗯，系啦，即系林裁决之章系啦，又系临出版前，跟住叫我睇，我话哇，你听日出噶啦，你依家先叫我睇啲纸，大佬唔系咁样噶，有得改啊，改冇得啫，冇得改啦，咁你叫我睇你做咩啊？好啦 ，OK， 我明白噶啦，即系。好啦，我唔讲噶啦。跟住好啦，今年咧，我有一个好好嘅、好深切嘅感受。我哋今年咧就出咗本八十一，系大家知唔知书展系几多号啊？记唔记得？系咪廿四号定廿三号啊？冇有咁迟咩？再早啲，十几号，十几号，十几号，十七系。OK， 你知唔知呢本书咧喺十七号前一个礼拜咧，仲喺度改紧画面。同劇本哦，我知佢哋有開 live 講，你有開 live 講咧，你知唔知啊？原來咧，我以前叫阿曹總咧改嘢咧，喂咁樣可能唔係咁唔好啊，冇人會聽我講嘢噶。嗰日咧編劇嗱，我就咁樣咁，譬如啦，喺公司度我有三排位，咁啦編劇就同阿曹總喺度話。這個呢個咧咁樣唔得啊，咁樣其實唔係啊，個眼神咧唔可以咁樣。跟住我後面咧，我喺個助理個位度喺度睇緊公仔書，我話我喺度喺度笑啦。啊，你仆街啊！你都有今日啦，屌啊！跟住好啦，呢、這個除咗眼神之外，嗰呢、這個呢架、這個、船唔係咁一個 angle， 唔係咁。哇！我仲有下個禮拜已經輸錢，我仲畫得切嘅咩？等等先，個封我跟住我就喺度啦。唔係喎，今日唔係入嚟傾封面嘅咩？仲喺度改画面，封面未画噶，礼拜一要发稿啦，嗰日礼拜六嚟噶噃。封面都开完 live 之后先倾噶嘛，我记得嘅。系啦，即系你知道，即系讲我嚟啦。哇，我你知唔知我心几凉啊？我顶，我睇下你点出你个扑街啊！我改就唔得嘅，我啲就意见嚟嘅，人哋嗰啲就针到住咁样。跟住我一路听就一路，好啦，你都有今日啦，改啦，今晚通宵啦，今晚唔得噶啦，听晚都要通宵啦。我睇你点做，星期一发稿，星期一几点发稿啊？跟住好啦，于是者我喺度坐咗半日，咁啊当然啦，睇佢哋倾紧呢个画面啦，跟住咧就讲紧啲细节点样做啦。好啦，编剧走啦，跟住食咩饭啊？食，跟住我同佢讲。我真系心凉啊，抵捻死啊，仆街！改，喂，其实咁嘅，我知嘅嗱，呢件事咧，呢件事就咁嘅，够啦，仲讲，咁呢件事咧就真系嘅，其实咧，佢问我嘅，点解咧？靓女大晒，系咯，咁但系事实唔系真系关靓女事嘅，靓女即系当时咧，我只系谂就系、是、演员系唔同嘅。因为其实即系几时会有人同我讲斟酌一个眼神咧？即系一个肢体语言，一个眼神。其实呢一啲演戏咧，各位读者，其实我系千祈唔好俾依家讲者咧嘅说话蒙蔽咗。靓女系真系大晒噶，我哋攞翻本战鬼出嚟啦。我都话喂，呢、這个眼神唔系咁样噶。喂，其实嗰个男主角嘅表情或者一个感觉愤怒唔系咁，从来冇人听过我讲嘅。但系呢件事咧，所以你哋应该，你哋系买咗八十一未啊？所以你哋要买晒八十一，究竟个眼神系点样改啊？
有分別嘅，係好大嘅。唔係，其實真係噶，即係入邊咧，真係演員轉演角色嗰個心咧，其實同一般真係唔一。即係希望我唔會咁考慮嘢啦。即係譬如假使，因為我覺得有時我覺得畫完，我覺得靚，又講到嗰場戲咪得咯，即係表達到咪得。但係原來佢只係話唔係咧。即係譬如假設有一個角色，佢個樣真係唔夠衰咧，佢呢個表情要衰咧，咁跟住話我畫咗三次都唔夠衰，再衰啲得唔得？咁得意，真係要再衰啲啊！即係甚至乎已經我都唔識畫啦，已經係咯。即係有啲再而就係，譬如話好似以封面為例啦，這個封面為例啦，呢個封面為例嘅就係佢兩個角色，其實咧個眼神咧係要有一個係向施壓緊嘅，有一啲係被壓迫嘅。而有帶一啲委屈嘅，即係呢種眼神其實係要我哋改咗好多次，先至達至到呢一個效果。咁所以如果平時我哋真係唔會去咁樣思考角度，就係、是、去諗嘢，所以呢個其實係對我嚟講係好玩又得著嘅。當然啦，改就梗係慘啦，讀者都有得著，又係慘啦。咁跟住咧就又。都好啊，間接帶俾你哋歡樂，你又咁開心，你又我唔開心噶，我唔開心噶，一啲都唔開心噶。你明唔明白？我你頭先我作為去拍檔，我係要計緊每一日。喂，死噶啦，我出唔切。咁我輸錢賣咩咧？係咪真係賣海報、賣預售券咧？真係出唔切就出唔切噶啦，你知印刷噶啦。咁佢仲改緊，我又唔好意思問佢。即係你明白喺我當中，我同佢嘅壓力都好大壓力噶。咁當然啦，依家。出到梗係冇問題啦！你哋可以睇到本書，你會覺得其實真係精彩噶。即係當然啦，啲題材可能未必係你舊有嗰啲，但係整體上佢每一個細節度我睇過，我覺得哇！我同好多朋友講進步咗噶，真係噶呢本書。因為嗱，佢喺呢一個咧，呢一個入邊咧，其實當時仲有一樣嘢嘅，就係話咁改嘅時候咧，改多兩日，改多呢兩日咧，發生咩事咧？得嘅嗱，書展開咧就唔知星期四定星期五啦，星期日先有書咯。星期日咁真係遲咯，咁你遲兩日啊嘛，咁咪遲兩日俾你咯，印廠好合理啊。咁咪真係遲咗兩日咯，但係好彩，但係原來印廠咧就係真係好幫手嘅。佢今日口就咁講啫，原來真係幫我追翻嗰兩日翻嘅，咁我都多謝佢哋嘅。即係見到曹志豪三個字就攝落去啦。咁但係真係即係當時我以為有接受嘅，其實我真係我。点算咧？死啦！书展有两日冇书卖，咁点咧？咁但系喺创作人角度，呢啲又系啲死位嚟噶，唔系真系好咗，好咗不如就迟两日先有书卖咯。星期日应该最多书卖嘅，买书嘅，咁就星期日先啦。星期六系嘛？因为阿 Jackie 系星期六入嚟噶嘛。唔系，佢星期一、星期六入嚟喺度卖海报。唔系星期。四五冇书，星期六系啦，星期六有书系啦，系啦，入嚟有书就够嘅。系啦，当时系咁谂嘅，都顶得住嘅，但系。真係好彩啦！真係印象幫手咯。不過咁講啦，即係大家見到我特登 set 條問題咁樣留難曹總，我當然係因為嬲曹總唔帶 Jackie 上嚟啦，係啦，最嬲係呢樣嘢啦，係啦。咁係咯，你做乜帶我上嚟？咁你梗係唔及得阿 Jackie 啦。咁呢個好實在嘅，我都想打電話俾佢啦，不如。嗱，其實咧，你想見 Jackie 應該係。星期日的時候去大本營見佢嘅，人哋著得咁靚，傻豬嚟嘅，又唱埋歌，你都唔去現場捧場，你係咪你唔啱啊？唔係咁，你帶過嚟，我可以咁近傾偈啊嘛。咁樣你諗多咗嘅，得我幫你安排你買，你考慮你幫我 sponsor 3000本，我可以幫你同佢溝通啊。我講真噶，嗱，我同你雖然我見過你好多次，我為咗你呢個慾望，3000本唔係多。加数加数加数，有得谂有得谂。嗱，各位听众听到未啊？3000本，靠你哋货金啦！咁快包咗3000本就得啦，靠你哋货金啦咁样。我都会尽力同佢讲嘅呢一件事。咁但系我因为曹总其实喺本书入边都有讲过啦。今次呢个系你合作上面你比较少有听话嘅一次嚟噶。系冇错，系。系啦，就系因为你觉得你唔系好理解，即系或者。阿 Jackie 會比你更加理解女性嘅一啲心態，咁所以你會比較聽，咁所以亦都可能會造就到嘅偉業點解會覺得之前就好似難啲俾到意見你 ，Jackie 可能易啲啦，唔一定係真係因為靚女嘅。等等先，頭先佢咪講咗咯，專業啊，都唔留心嘅。咁同埋如果大家之前有聽我哋節目嘅話，我都講過呢本書我好同意偉業所講嘅曹總嗰種進步或者改變啦。佢畫女性嗰個姿態嗰啲。面啊，或者眼神系真系好，头发，我好中意你画头发嘅嗰个笔触，多谢。
你点解要咁笑咧？点解咁笑咧？突然间你讲啊，我突然间谂起嗰阵时，阿 Jackie 成日都话佢已经有咗一颗少女心喺度，系啦。跟住你再讲，你再加上头发嘅时候，你试下幻想啊，曹总有少女心有头发嘅，咁系唔好太呕心，唔好谂啦，大家唔好谂耐，唔好谂，抹咗佢。你明白我点解？呕心啊！呢件事。有个兰花手画画，但系我觉得呢本书八十一嗰曹总嘅用色同佢以前完全唔同咧，我系好中意呢本书嘅色嘅，即系里面嘅所有画面嘅颜色系好舒服嘅，系啦。我有一个朋友咧，成日都会用一个形容词嘅，佢系适配，即系适合同配合。咁我觉得佢呢样嘢就系正正讲中咗我每一次谂唔同题材嘅作品嘅時候，我都會先諗咗先，點樣叫適合先，點樣可以配合先。咁即係呢個亦都係話，我記得係上次嗰本作品《戰鬼》啦，《戰鬼》其實佢入邊我就希望落到地獄係一個 cyberpunk 嘅世界，好香港霓虹光管，有啲但係有一啲係帶少少黑暗墮落嘅一啲嘢喺入邊嘅咁樣。咁我上次就會諗住咁樣處理啦，但係其實坦白講，我又覺得有未到我想要嘅效果，仲爭啲嘅。咁但係今次就唔一，今次我同樣地去咁諗啦。諗嘅時候我又諗啊，點樣可以演繹呢個故事呢？咁但係因為係個故事，其實佢哋兩個女仔其實都唔係一個蹦蹦跳嘅女仔。咁所以我会觉得先諗啊點樣可以帶出呢兩個女仔個世界係點呢，咁我都帶一啲沉鬱嘅時候，咁就選擇咗帶灰嘅顏色啦。咁同埋佢哋因為我又平時我畫嘅黑有啲時間用黑白對比好大嘅，咁黑白對比好大嘅時候呢，咁呢一種不足我又覺得太剛強，又未必適合佢哋。咁所以我會用不如試下就mix 一啲入，譬如話用好多鉛筆線做一個立組織佢個立體啦，咁我就加咗好多大量嘅鉛筆線做佢哋嘅立體啦。咁正啱你講嘅頭髮嘅，所有頭髮都係即係以前畫頭髮，我會請助手畫嘅，譬如好都仲係以前講埋你見到嘅，但係今次頭髮全部我自己畫曬嘅，咁都係用鉛筆畫嘅咁樣，所以呢啲咪其實係中間為咗整個氣氛同埋配合個故仔，咁我又會做多咗一啲後面嘅功夫。同埋我真係好佩服你畫方怡同埋木子，佢哋個頭髮個髮型好唔同，個質感好唔同，但係你喺一本書入面你掌握曬呢樣嘢係特別可能真係睇開你以前講漫嘅作品一直落嚟，咁當然啲頭髮唔係你填嘅啦，當時係啦，就男女頭髮都係一樣嘅啫，係啦，咁好犀利，我覺得呢一點。不過關於本書嘅咧，其實有另外一集咧，我哋係同曹總真係講佢啲書嘅，係唔好講書，而係講佢公司先。翻嚟咁頭先就等阿偉業去質下曹總啊。咁但係曹總啦，你自己搞公司都十年啦，係啊，其實你之前自己做咗老細咁啊，自己話事噶啦嘛。咁今次又同 partner 合作，好多嘢系咪都要同佢哋交代？会唔会好唔惯咧？唔会唔惯，唔系啱个系会唔惯嘅，因为我都仲学紧，其实。但系因为你始终你第一你知道自己缺点喺边度，即系越嚟即系经历咗十年啦，咁好多嘢自己做得唔好啦，咁就希望我身边嘅朋友，我觉得佢处理得比我好嘅时候，咁我咪可以安心噶。但系其实呢种系。同我想法直覺出發咧，其實係矛盾衝突嚟噶。即係起碼我會覺得就係我從來唔習慣同人交代嘅，我想點就點嘅。咁但係問題就話你想點就點，就永遠都行唔到下一步咯。即係嗱，好簡單，我想點就點就唔會有今年有五本書出。嗯，咁呢個係必然即刻驗證到嘅。咁所以我覺得啊，咁呢個咪妥協得啱咯。咁同埋，其實係當你行後，即係我成日都我做任何事，即係唔係假話，我真係心存謙卑嘅。你真係會覺得你唔識咪去學咯。咁既然我覺得自己有咁多不足嘅時候，又有喂身邊嘅朋友幫到我，又有我身邊嘅拍檔又幫到我嘅時候，咁我點解唔去學下點樣聽下人哋嘅意見，用下人哋嘅方法呢？咁因為同埋而家你講緊嘅就係根本係你即係自己會接受咗係唔係我個專長嚟噶嘛？即係你明明你只係一個創作人，你最多咪多一重判斷就係邊啲有潛質再行多一步。咁究竟又去翻個條數點計先？點樣行先？就算係啊，去到今日即係書展嘅時候賣書，點樣協調各樣嘢搞掂成個流程啊？你識咩？我識鬼咩？以前即係以前嗰啲情況係咩咧？就係、是、收到錢咪抌落櫃桶咯。
跟住究竟你点样出点样入嘅时候啊，原来咁样啲钱去咗边啊，或者系啱定啱唔啱数啊，或者即啱唔啱数，你唔系话即个数字卖咗买卖唔对啊，即系话哦，原来今次系赚钱，今次系蚀钱，我都唔知道。即系究竟埋数嘅时候，我冇埋个数，咁样就系有钱，即系值唔值得租个场？系啊，我从来都冇计过数，我净系知道就系唔够钱就劏自己个猪仔钱啱。跟住劏到流血不止咁就是，即就系咁嘅方法咯。咁边系做生意咁咪傻噶嘛？其实系，咁所以话你话唔习惯，唔习惯都要去学。咁呢个就系我嘅想法嚟咯。系。咁啊，头先你哋都提过啦，关于到即系，失败咗，谂住等你两个喺面前嗌交咁啊，失败咗。关于到头先你提过啦，本书即系公司其实嘅发展，曹总好大嘅一个想法就系会系可以叫做跨媒体化，冇系啊，亦都系你之前上年我记得战鬼你讲过嘅，就系要讲求横向一个横向嘅发展，净系得纵向系冇意思嘅，冇错。咁一个横向发展，其实你哋有冇啲乜嘢眉目咧？依家或者有冇啲咩计划可以透露一下？我甚至乎好大胆估计，其实曹总会行呢一步，其实系咪可能，其实你哋拍档之间可能有一啲 network， 你哋可以比较容易啲去做到唔同嘅尝试。好啦，你而家问紧咧，呢啲喺商业世界嚟讲咧叫商业秘密。如果你问我咧，我系唔会答你嘅。O、okay. K， 拭目以待啦。但系一样嘢，曹总一定有佢嘅谂法嘅。系啦，咁你自己解啦。咁咧系我无可否认咧，其实系咁多年嚟，因为你都知道我多口啦，咁就成日都要周街攣啦，咁系真系识落咗唔少朋友嘅。咁而我又觉得自觉我个人都唔系太衰嘅，咁啲朋友都愿意帮我嘅。咁有时都系变咗出去倾嘅时候，个可能性真系多咗嘅，即系大家都觉得啊可以咁，可以咁，咁系咪可以咁样试咧？咁其实呢个可能性真系多咗嘅，但系系咪真系一做就得咧？即系呢个世界从来都唔会话我做咗呢件事就即刻得，唔会嘅。其实系咁，所以我就而家目前阶段就系话，我知道我身边有好多可以愿意帮我嘅朋友，但系起码我都要做好自己嘅本分。做好我手上的创作，有更多的可横向发展的条件，我才可以向即行到这件事，向我帮我的朋友交代先。所以这个其实我先做好自己本身公司有具备这样的条件先。嗯，那我想问一下你了，调返转头，你问得我问题这么多，问到我们。即刚才你讲横向 IP 嘛，是吧？咁你又有啲咩睇法咧？嗱，你喺度搞网台咁耐啦，假如你系我，不如你俾翻啲意见我，你觉得我哋应该点样做咧？我其实点解会有呢个问题？因为我第一样嘢咧，其实我当日喺 RG 买完本袁小姐，因为其实我上网我净系知道有佢出现，我冇乜点睇过，咁买本书睇完，我第一个反应，我好记得我系同周小茂讲嘅，我同佢讲 ，VOTV 到依家都未将呢套嘢拍做剧，根本就系戆居，嗯。袁小姐佢个拍摄做真人版剧集二十集好啊，十五集都好啊，十集都好啊，成本相对上低，你唔使一啲好大型嘅场景 ，office 你 ViuTV 自己有啦，又或者系地盘借到嘅，系啦，地盘有借到嘅，咁袁小姐呢个年纪嘅女演员，佢嗰度好多ViuTV 喎 ，ViuTV 有啦，即系有人 Shirley 已经系啊 ，Shirley 沈咯，系啊，系啦，有人就话过想 IP show， 但我觉得 IP show 太后生，系啦，咁心灵唔好搞啦，我觉得 Shirley 沈系最好嘅，最 fit 啊，系啊，咁我当你跳出嚟 ViuTV， 你 ViuTV 你拍嗰套马嘉烈嘅大卫思思，你系揾咗啊死啦死啦，做阿鱼蛋妹个阿妈嗰个。哦，咪阿鱼咯，阿鱼啊，系廖子瑜揾阿 fish， 又系一流嘅选择嚟嘅，即系听到都已经啊开心嘅一啲人选嚟。系，咁你 ViuTV 系揾到呢啲人，而个成本又唔算好高，但系佢竟然未做，我觉得好失败。我自己会有一种想法啦，其实做呢个访问之前就系、是，其实曹总除咗我唔知道你自己中唔中意我古仔啦，但我会谂嘅系作为生意，你会唔会觉得呢本嘢改编嘅嗰个潜质比较高啊？我一定是这样想，因为其实在我脑里面是就是比我自己的作品还排得前列，就是我觉得这件事是他的潜质这么大，但问题就是我想而已，我们又没有钱的，就是你要求那班大哥大姐我们才可以就是才成到事，不是一件这么容易的事，还有再加上就是说要改编当日好像相已经是难了，但今日相对
更難啊，因為好似佢哋已經個步伐減慢咗啦，已經係係。我相對嚟講樣啦，頭先你講到呢一個係一個好有可能性，你好中意啊嘛。好啦，你一個人中意，但係唔係好多人知道有呢件事。所以我哋先會將佢變成實體書，將佢變成實體書，有機會就俾啲老細，喂咁樣咁樣可唔可以做？啱唔啱啊？咁成件事就話，即係大家做 IP 啦，或者佢哋改編啦，都係一個商業價值嚟嘅啫。我點解要改編你件嘢先？係咪？因為我哋香港地喺改編呢個市場，其實某程度上係我自己覺得啦，幾唔成熟嘅。好啦，對上嘅城寨啦。是不是再对上的漫画改编就是讲曹总的死角死角了，再对上就是讲龙虎门的了，即是我讲漫画不是讲小说，那你去想想，如果我今时今日去改编，那为什么我要买你的位置，我自己写就可以，大佬这么多编剧在这里，是不是，即是为什么额外给了够钱呢？没错，就是说因为我就说现在如果更加多读者喜欢这个系列，咁數據夠咪可以 sell 翻俾佢咯？有冇興趣？或者佢會敲我哋門，會唔會有機會合作啊？就係依家就係我哋香港市場就少咗呢一個，可以變成一個叫做係全媒體媒介咯。同埋咧，我覺得仲有一個原因嘅就係、是，其實咧有一個唔係咁好咧，就係咧即係話就話做緊創作，其實咧係好多人都唔尊重創作。嗯，係啊，冇錯。咁跟住咧，你會覺得使乜買啫？你好叻咩？金融咩？你帮我升到收线咩？升唔到啊嘛，我抄咗你咪得咯，吹啊！嗯、即系呢一个态度，我又觉得，但系当然今日仲有冇转变唔知，起码我以前我见到全部都系咁咯。嗯，咁即系话其实我希望做咧就系尽我哋嘅能力，希望再推高一个层次，令到你觉得我哋系有价值嘅，就并不是咧我哋小聪明谂到啲小点子，你抄咗就算啦，唔可以咯。咁但系問題點樣可以做到呢樣嘢？就係、是、我諗一齊將佢個層次再提高，譬如無論銷量又好，或者受歡迎程度各方面，我哋要再做多更多嘅功夫，令你唔攞唔得嘅，或者係你起碼你會覺得好，你攞、啊、而唔係覺得好而抄咗就算數咯。即係好似韓國咁啫嘛，我自己會覺得，即係你睇嗱韓國市場嘅漫畫咧，佢近年咪改編好多電視劇嘅，係啊係啊，係嘛、啊？但係你會睇到韓國嘅漫畫咧係出唔到世界嘅喎。你舉個例二能嗰套叫咩啊 ？Moving， 你记唔记得佢个男主角个样系点啊？唔系讲电视剧啊，我讲漫画，你唔会记得噶嘛？系佢唔会好似特务家家走咁样，你我一见到我知佢系边个啦。好啦，见到柯南我知佢边个啦。你呢、這个系日本真系仲系发展得好犀利，但系韩国你只系将佢拍剧系红啊红到剧。咁我哋香港其实我哋依家喺呢个市场上有真系能够改编嘅真系唔多噶。系啱啱先？好啦，袁小姐，我自己去睇一本新书，我喺摆完动漫节同埋书展，我系好大嘅感受就系、是，好多读者，尤其是一班我从来唔会接触嘅读者嗰啲群咧嚟买佢嘅书，我觉得其实我哋香港漫画系仲有得做噶，真嘅。同埋呢一个 I P 咧，系学你话啫，吓向环发展，究竟系点样？我其实我都话。其實我想聽你講多過我聽佢講。唔係咁，正等於其實我覺得八十一都係嘅，即係當然你可能曹總有一個咁啱嘅機會同 Jackie 合作啦。咁、嗯、但係即係 Jackie 作為一個演員，可能佢嘅作品亦都會比較有機會，即係再影像埋快埋啦，係啦，有埋畫面啦。之前係小説，依家有埋畫面啦，會再容易啲去 sell 到。可能譬如電影化，其實佢好適合做一套電影啦，九十分鐘咁樣做一套電影，係啊，揾兩個女主角出嚟 sell 下你。咁之前都有嗰套兩個女仔。个咩死啦！我唔记得个阿杨思琪，唔系杨思琪嗰、那个嗰、那个叫咩啊？张国祥啊，唔系两个女仔讲佢哋由中学时期已经开始 GL 嗰套喜欢你时你啊，系我知系讲边套，系咁上下嗰套嘢 TVB 嘅，唔系电影嚟嘅，电影嚟嘅，系啊。系啦，咁我杨思荣，作为杨思荣，同埋我唔记得另外嗰个系边个啦，已经系啊，咁即系呢类型嘅嘢，其实有好多可以做到，咁我就系觉得啊，曹总系咪都 focus 喺呢方面，所以先会有呢个想法。因为而家现阶段，起码呢一啲我会揾一啲系可，起码有条件拍到嘅先。即系拍唔到嘅嘢，其实我都唔会谂，即系唔系唔会谂，即系话可能我优先权嘅一定系选择一啲拍到嘅先咯。
咁而嗱，曹总你都有试过作品被改编为真人版嘅经验啦。咁但系即系我所知道，你亦都分享过好多次，就系其实都中间都花咗十年嘅时间啦，就冇错，十年就系十年嘅时间啦。你自己经验上面，再加上我之前喺 Panella 十周年嗰、那个，听你同阿何熙贤嘅分享，中间有你哋，我觉得那个好默契嘅笑容就系何熙贤讲到嘅，就系其中有一个我唔知嗰啲叫乜嘢啊，即系策划嗰啲啊。不断叫佢改个剧本啊嘛，最尾就系同佢讲嘅就系话，我其实我系谂住就嚟走噶啦，我系有啲嘢要做住拖住嗰三个月，所以鸠叫你改，根本就唔系为咗要你个剧本嘅咁样。咁然之后我记得何贤分享嗰阵时候，曹总嗰个点讲咧，好有趣嘅微笑，好微妙嘅微笑，就系、是、我都经历过嘅一个微笑嚟嘅。即系其实十年系真系经历咗好多嘅，其实系即系有啲其实系攞你嘅授权出去就系、是。爱嚟希望呃啲钱啦，又或者希望就系抛砖引玉啦，有啲又希望扮做嘢做咗嘢啦，同公司话俾你啊，我系做紧嘢，其实我冇谂过要嘅，其实咁类似嘅嘢，咁所以有啲一啲地方不谋而合，我又觉得好少，即系大家经历嘅嘢，其实原来都好相似咯。咁但系因为即系头先阿伟业提到嘅就系，其实横向嘅产业链香港基本上系冇嘅，系啊，冇嘅咁。你嘅經驗上面會唔會有啲乜嘢想法可以令到嗰個改編嘅周期縮短一啲？即係城寨都十幾年啦，終於改編到做電影啦。咁然之後可能有一啲我哋見到嘅流行小說會比較快少少啦，即係嗰啲咩男人唔可以窮啊，係、起底組嗰啲可能會快啲啲。咁但係整體嚟講都好慢啊。嗱，要做到呢樣嘢咧，首先咧就係頭先你講咗嘅，就是、行出門口先。你起码个人物要够，你要将你嘅作品究竟系如何去到呈现喺你嘅心目中目标嗰个人物面前。譬如话假使间，我想做嗰边电影嘅电影，唔该你揾翻啲，你会认识啲老板啦、制片啦、导演啦，起码佢有能力喺面前介绍一次先。呢件事值得你做，起码佢唔要，可能佢唔要嘅。但系问题就系，起码你有争取呢啲机会。就并不是唔好，大家唔好斗发梦。我啲嘢好好嘅，闩埋道门，有蛇自然香，自己会敲门噶啦。我敢担保话俾你听，呢一世你都唔会出现呢个机会。古天乐会 Facebook PM 我话，我对你作品好有兴趣。系啦，嗰个大个 Facebook 嗰个古天乐得五十个 fan 咁嗰啲啊，即系类似呢啲情况就系、是，即系大家斗谂咯。即系我知道好多创作人都会谂就系、是，即系都会先天系性格使然都会。內斂一啲啊，唔係咁想行出街啊，唔想同人溝通啊。咁但係我覺得你想要行多呢一步，可以你自己唔做嘅，繼續 keep 住你做錯唔做。但係你要揾一個經理人又好，或者生意拍檔又好，一齊即係佢去做。你千祈唔好幻想有人會敲門，自己送上門呢件事係唔存在嘅。即係頭先你講男人唔可以窮啊，起底組啲全部都係因為佢同嗰個圈夠熟。係。咁你先至可以話俾你，我有件咁啊！如果你咁啱有一個符合個 budget 又開到嘅，咁呢啲咪一拍即合咯。咁但係你唔會，你唔係呢啲人眼前養下養下，成日攞個你嗰個作品嚟養下養下咧，其實咧佢唔會聯想到你嘅，其實係。係。咁你點樣會撞得啱咁適合咧？就係、是、因為你不斷喺人面前養下養下，不斷話俾你，我呢啲嘢好好㗎，其實，即係呢件事係最需要咯。咁其實我。调翻转，我反而我次次嚟访问你多啲。咁你觉得除咗影视化之外，向环发展仲包含啲咩咧？动画同周边啦，即系譬如袁小姐其实行咗第一步嘅就系、是、佢个特别版嗰个立牌，系、啊，咁即系好老实讲句，其实大家都知道个立牌成本有限嘅，咁、但系对于 fans 嚟讲嘅话，其实佢系一个好特别嘅嘢，一个纪念品嚟嘅、所以佢个哪怕佢个 mark up 比佢个成本会多一橛、但系其实动漫嘅 fans 系会接受呢样嘢，咁同埋最紧要做得靓啦，当然都系系啦，咁啊动漫 QC 问题啦，系啦，唔需要担心啦，然之后 QC 做得好就 OK 啦呢啲，咁我觉得呢个系香港都系冇，其实冇动漫周边对上嘅动漫周边咪就系兵器潮咯，系啊，二十年冇周。系啦，啲嗰啲足球员嗰啲咧，个公仔系咯，即系好耐都冇周边出啦。咁今年动漫节即系阿邝 Sir 嗰边出翻把剑，大家又周边啊，周边啊，周边。但系过咗二十年都仲系剑咯，其实就系啊。咁我觉得周边可以试多一啲嘢啦。咁同埋近年我自己其实都唔理解呢个风气嘅。但系我睇一啲后生仔妹猪佢哋，其实。
刮到成個背囊都係啲扣針啊，係啊，跟住立牌員好受歡迎啊，跟住所謂嘅色紙啦，即係我哋叫簽名辦啦，好細張嗰啲，其實係好受歡迎，同埋佢唔需要我哋香港。傳統讀者一定哦，俾張空白嘅曹總料料料料料，跟住又落色又呢樣嗰樣簽名，係啦，印好曬嘅個簽名都係印上去嘅，完全冇問題嘅。嗯，係啊，咁我覺得香港嘅讀者可能都要喺呢個位置培養起啦。咁動畫就比起真人化可能仲貴，分分鐘冇錯，好遙遠啲嘅啫。嗱，咁我又尋日啦，咁前日啦，即係大家。同幾個台灣漫畫家傾偈啦，咁其實喺入邊我哋都傾到呢一樣嘢，都係我哋相信 AI 可見嘅未來其實係冇咁昂貴嘅咯。即係如果你假設而家有 AI 嘅輔助之下，咁可能我哋做動畫未必一定係咁昂貴。咁所以呢個我又覺得個可能性又相對提高咗嘅。係起咗個腦係好遙遠啦。係咯，若干年後啦，呢啲係希望有生之年睇得到。唔係嘅 ，AI 一日千里嘅。但係譬如講動畫嘅袁小姐佢出嘅時候，東媽都佢哋都即係你有睇到嗰條係啦係啦係啦，其實都已經好開心㗎啦。係一個好新嘅里程碑嚟㗎啦，某程度上喺近年嘅香港漫畫界算唔算啊？都唔係嘅，其實都。你作邊個？哦，係上年一十名人物都有做過嘅，做成個 MV 啦，佢就係啦。所以其實大家。正因為係拿開咗傳統嘅包袱，由呢啲唔可能變成可能咧嘅機會率高咗嘅。其實依家係大家都不斷一齊都行緊嘅。跟住究竟行幾遠，同埋大家點樣行咧？咁就每一個人嘅步伐唔同啦。咁但我又覺得好肯定就大家一齊行緊。咁呢件事係好嘅現象嚟嘅，我覺得。同埋其實嗰樣嘢就係、是、因為十名有冇伊樂佢自己本身都做開嗰行，咁所以佢比較容易啲，即係容易啲咋，唔係容易一件事，係容易少少去做到件事。但係因為如果你都係自己做嘅話，條產業鏈係冇噶嘛，係冇錯，係啊，其實可以俾人去做，有人去做呢件事，而原來個業界可能譬如你本書或者你哋收翻嚟嘅版税 whatever 嘅嘢，可以承接到個成本嘅，計得到條數嘅，咁我覺得件事先至成型咯。咁但係第一步就係大家買書啊，係冇錯。相对来讲呢，其实还有第二个提议的，我你找些投资者去投资这个行业，你告诉他们这个行业有几好，未来有几好，你找投资者注资入来给你，跟着你再注资给我，跟着我再注资给他，那你就可以达成想你想要的事了。我们叫人注资18年都没人注资。哎，这个也是好好检讨和进步的话题，是不是这么说？大家一起去进步一下。咁另外關乎產業鏈以外啦，其實香港嘅出版社，我覺得依家出現咗一種尷尬嘅情況咧，就係月餅鋪化，一年做一轉生意嘅啫。月餅鋪一年就淨係做中秋嗰轉生意。咁出版社香港就係書展、動漫節嗰兩個禮拜，就好似做一年生意咁樣噶啦。以外，但係亦都好現實嘅就係嗰兩個檔，即係呢其實一個啦，呢個檔期以外出嘅書嗰個反應係好差嘅。係啊，你哋有冇啲乜嘢想法去應付呢、這、一個即係除咗七月？后半的之外，成年都是出版寒冬的这个苦况。首先第一呢，我们已经是想着不是这样的。咁我们已在个计划里面呢，我都希望三个月就出一本书的。咁但係做唔做到目標係咁啦，定咗啦，但係係咪做到呢就真係睇下時間啦。咁但我已经唔理嗰个究竟係边度买书啦。即係我先要达到第一个目标，系咪有做一件货先，即系做一件产品作品先，咁我先可以推出市场。呢个系最基本自己先。嗱，客观外力我控制唔到，我就冇啦控制啦。咁但系当然我亦都另外再谂嘅，再谂下我会唔会有其他方法嚟推广本书咧？咁其实我都仲谂紧啦。例如啦，就系我之前我都会系喺书动漫展嘅时候。我又聽到啲朋友建議俾我，我又覺得可行喎，咁我都仲諗緊嘅其實係嗱，譬如呢個係咩咧？咁大家都問，究竟邪神嘅下一集，即係第三期完結嘅時候，係咪下幾時先出？係咪下年嘅動漫展？我初來好斬釘截鐵啊，梗係啦，唔係你點賣啊？咁啦，咁但係當大家都話唔好啦，快啲啦，即係事實就是、本書都喺度，你唔使重新畫。咁點解要搞到咁耐咧？唔使一年係嘛？咁跟住我話係嘅，即係如果你論製作，我十月出到噶啦已經。咁但係點解要？跟住我就諗，
咁我嗱而家你喺我眼前，大家嚟支持我嘅人咧，系喺就系我眼前啦。你真系我即刻签俾你啦。咁你都想做一套噶，咁我点签俾你咧？咁我真系啦，我十月做完，我十月即刻出，咁我点签俾你咧？咁跟住，但有一个其中有几位，因为开头头一两日嚟嘅，系咁咧就有啲读者围我嘅时候咧，跟住咧排紧队嘅时候咧就讲啦，系咯，唔使就咁。有个读者话：，不如搞饭局啊！嗱，我哋食住饭。跟住咧，我就即刻签埋名，咁咪搞掂咯。咁我哋又可以攞签名，你又可以聚下咯，唔使一年见一次啊。咁啊，我咦咁又好似都得。跟住其他后边嗰啲就和应啦，系咯系咯，嗱咁搞咪得咯。跟住我就存疑啦，你哋系咪嚟噶，大佬？我 book 晒台，你唔嚟，我好大镬噶，咩会？有收个 percent 当然咯。唔系，所以我信你，你会嚟嘅。我唔肯定啊。咁但系我又觉得，嗰、那个提议对我哋有一个启发嚟嘅，其实系。即係當然，我又諗翻之前我哋諗就係、是、啊，唔係啊，你起碼我做咗一啲作品先，我當我哋目標三個月一本啦，咁我就上書店賣。咁我覺得其實即係我已經係有啲唔理智，因為我淨係想要呢、這個達至呢個目的啫嘛。但係我冇諗過點賣噶嘛，其實係。咁但係當你提議嘅就嚇係啊，其實係咪可以自己做咧？即係自己做翻一啲，其實你一定人係生噶嘛，你唔好成日都話你。一年一次先，你會唔會自己做多兩次其他活動賣得唔得啊？唔係一定要，咁咪不如啊？咁既然係咁，咁我真係諗緊就係咪真係可以做飯局試下啦？咁如果做飯局又得，假設得嘅話，咁我不如下次再做多啲唔同嘅活動嚟推廣我哋嘅書啊。咁只要我哋諗得掂、計得掂數嘅話，我就覺得一年就唔止一次書展。其實呢個咧，我真係覺得大家可以歡迎研究一下嘅，因為我頭先你都聽到啦，佢自己話啦。有饭食，有名签，有公仔画，咁即系佢冇得食啦。如果你搞饭局嘅话，大家都见到每年龙哥都系咁样啦。系咯，咁你都唔想去饿亲噶嘛？你睇下佢又肥又瘦，又肥又瘦咁样，我就同佢话：喂，不如我哋搞宵夜食啦。佢哋有佢哋饮嘢，你有你签名，突然间有条女攞件猪扒俾你，你几咁温馨？攞个猪扒你，攞个猪扒俾大陆，你搞到你一路画嘢，一路食猪扒，你咁咪几温馨呢个感受？系咪？即系我就话啦，其实咁多粉，即系你好多读者啦，或者粉丝，可以俾啲意见佢，究竟搞饭局好啊，定系搞宵夜食好啊，定系卡拉 OK 好啊，定系去跳舞好啊？唔系，真系去广场跳舞啫，系啦，去广场跳舞啫，系啦，定系我哋喺西洋菜街咧摆个帐幕喺度，喂，你过嚟买书咯，就系攞住本书嚟签名，我就喺隔篱派书，唔好俾嗰啲食环奶啦。喂，我哋有好多咁样唔同嘅建议嚟做互动，去搞啲唔同嘅嘢。其实你哋可以帮，即系你哋俾啲意见去推广下，同埋点样去好咯。因为我知道你哋之后会再讲书啦，留翻第三期嘅出版嘅包装形式咧，你哋去慢慢探讨嘅。咁我就依家搞个饭局先，因为我好惊佢冇得食，即系我好想俾猪扒去食。唔系，其实佢中意食猪扒。唔系，我讲错咗，其实我惊佢冇嘢食啫。佢签名嘅时候，对唔住各位观众，系啦。即系其实我都觉得你可以俾谂下，俾啲意见咯，大家都。我最直观谂到嘅反而系画展，画展但系不能够嗱，画展我都有谂嘅，其实我记得三年前啦，应该三年左右我搞过一次画展啦，深水埗嗰次。系啦，咁我觉得嗰次系对我嚟讲，个人嚟讲系虽然系第一次，但系成功嘅，因为真系都几多人关注啦，同埋都几热闹啦，亦都符合我。但系你要草画唔系一件咁短时间内做到嘅事。咁如果譬如话草得。一大堆，因為畫展真係我嚟講一定有一大堆包袱嘅，就係草唔夠畫咧，其實就冇資格講畫展呢件事嘅，即係並不是就係話攞一啲舊畫 print 出嚟貼就當畫展咁，係呃緊自己嘅啫。對我嚟講，其實係咁，所以我覺得要真係畫一啲大畫，一張一張畫翻出嚟嘅，一筆一畫咁畫出嚟嘅，咁我覺得先咁佢嚟講仲難過一年一度。咁所以呢個其實即係可能我會覺得可能係三五年一次，咁我覺得係可以嘅其實。但係攞啲書嘅原稿嗰類咧，即係因為我而家今日全部電腦畫啊嘛，咁我覺得好似係，既然你都睇到咯，咁我即係書印刷品兩樣都係印刷品，我覺得其實唔足，即係對我嚟講唔係一個畫展咯。畫展應該你睇到我個原畫，睇到我不足，睇到我錯處，睇到我修改，即係你起碼你見到我嗰啲穿崩位啊，或者係覺得哇咁。印刷品做唔到，咁我覺得嗰啲先至值得做畫展咯。OK， 明白。係呢個都係其實大家轉咗做電子畫之後咧，其實一個冇錯問題，係冇錯，好似唔係話冇人嚟，但係即係可能曹總自己個心就係我編出嚟啫嘛，同你本書睇其實冇好大。係冇錯啦，係啊。咁所以呢個都係有令我覺得，即係畫展係即係我真係中意啊！我
同埋我真係幾開心添，即係上次嘅畫展我開心嘅，其實係即係有真係大家咁多橫跨可能一個月咁樣，大家都不斷嚟同我傾偈啊，即係不斷俾意見我啊，咁又好踴躍、好熱鬧，約都約唔到咁啊！平時咁，我覺得係好開心嘅一件事嚟嘅。不過搞畫展你就個月做唔到嘢，誒冇乜所謂啦，又乘機翻下家咪幾好。好啊。好啊，即系我觉得系我同李嘉允，我嚟做主持，即系我觉得系好嘅，五年一次啫，五年一次 ，OK。好啊，嗱，首先有样嘢你咁样讲，大友要继续存在，呢边系咁要等读者支持先得，系一定要多多支持啦。咁啊，嚟紧最快系咪就系邪神嘅第三期？系啦，冇错，系啊，仲会唔会今年可能仲有其他书筹备紧啊？要谂紧，仲谂紧，系啦，即系我谂，如果你二五年头，我就真系有计划啦。其实我都想，不过真系未必系我嘅书咯。啱啱先买完月饼啫，你都知道，系啦，就过埋冬先啦，好嘛？买下桃花先，开始卖腊肠噶啦。我依家已经卖腊肠，而家卖咪话俾你听，我有邪神咯，今年你唔好逼死。有腊肠啦，已经有。佢头先已经讲紧要放假啦，你听唔听到？放假系，咁咪有埋腊肠噶啦，已经。咁跟住我哋睇下嗰啲嗰啲吉啦，嗰啲几时有啦？不过唔系，其实曹总话放假系从来都唔相信，由佢讲啦。礼拜日翻工嗰啲人同我讲放假，之后你讲咯，系冇错。咁但系真系好重要嘅，大家记得多啲支持曹总新公司大友嘅一啲出版啦，唔同嘅漫画好、小说好啦。我觉得佢哋 coverage 其实依家好阔啊。即系几个白间可能会比较大家心灵向嘅文倾向一啲啲嘅，睇晒未噶？我未睇嘅，但系即系你知道噶嘛？知道个嗰本书个内容大概知噶嘛？咁八十一可能同曹总以往划开比较光阳美重嘅漫画又唔同啦。袁小姐会比较贴近依家年青人网络嗰个文化多啲，无论佢用字啊，佢入边啲 get 啊。系嗰啲嘢，咁我覺得coverage 依家相對上係好高嘅，其實咁大家總會揾到你哋喜歡嘅嘢啦，我哋都可以。就呢本你介紹一下，呢本係曹准獨具慧眼嘅復仇鬼嚟㗎，係真心嘅。復仇鬼我暫時都係未睇到，因為文字書個成本太高。因為呢本嘢咧，其實咧，即係用我講少少咧，呢個咧就係一個好資深嘅電視電影編劇嚟嘅。咁咧就今次咧，我係。同阿曹總溝通嘅話，喂，其實每一個人喺呢個行業做咗咁耐咧，都希望有張卡片嘅。咁我曹總睇完佢啲嘢咧，就話好啦，我哋試下同佢合作一次啦。所以就有咗呢本《復仇鬼》。咁啊，呢個即係喺我哋公司嚟講咧，比較忽略咗嘅宣傳嚟嘅《復仇鬼》，即係包括你講咁耐咧，都冇提過呢本書嘅，同埋你淨係睇其他。所以我覺得我今呢一刻我要講翻，希望各位讀者、各位曹總嘅粉絲，呢本咧就係、是。我哋投資真金白銀攞嚟嘅一本，唔係呢本書咧有特別少少嘅，係有特別嘅地方嘅，因為咧我記得係當時你同我講個故仔。咁佢有個故仔咧，其實咧係並係一個復仇故事啦，一個人死咗之後嘅復仇故事啦。咁當時我第一個反應就係咁啊，同我戰鬼一樣，你傻噶你，咁做乜出一次後面？又係嗰啲嘢咯。咁跟住，但係後屘咧，其實佢係話俾我聽個故仔邊，一個組隊，然之後又係其實咧，然之後同又變翻落咗死鬼咗落地獄都係社畜咁款啦。嗰啲喂咁鬼有趣咁樣，即係唔係任我行噶咯，唔係點啊點？咁你都仲要守住一啲規矩，然之後再組隊做一啲一齊做一啲行動，好似好得意喎！咁樣就有啲規範咗，咁所以正因為咁又超出咗我想象啦。咁我咁又可以素人都即係嗱，呢個經驗係好夠噶啦。但喺小説出版界咧，其實佢都係素人啦。咁咁啊，咁啊好似咁有啲點子喎，咁值得支持下喎。咁所以就咁就一齊行啦，咁就去。咁跟住我再而話揾咗一個幾資深嘅漫畫家啦，謝寶宇啦。咁佢跟住我就話：，咁我話不如今次合作下啦，都識咁多年啦。咁跟住我又覺得，因為我想做一樣嘢就係話唔好出版社，即係做一間出版社唔應該係我嘅，即係唔應該係全部都係我。咁所以我希望就話揾多啲多元化嘅人。即係又會重複下適配呢樣嘢咯，咁就係揾翻一啲唔同嘅人啦，可以夾到個故仔嘅朋友可以一齊玩咯，咁即係呢個又係有一啲化學作用，就係佢哋又夾得幾好喎。
即係佢哋兩個咧好特別嘅，佢兩個又係唔係好出聲咁嘅，係啦，咁兩個唔係好出聲嘅，又唔知點解溝通得好好喎咁樣。咁我跟住又我就係見到就係喺個 group 度啦，咁啊不斷去訂啲成品出嚟啦，入邊嘅制服又點樣啊？呢隊人啊點樣組隊嘅？哎呀，佢個 logo 又點？我覺得咦咁又你哋好投入，好有趣咁啊！所以呢件事，我覺得成品出嚟之後，我又覺得都唔錯嘅個效果係。咁所以呢個又係覺得啊係，就驅使我覺得好似。今次行啱啊，系即系无论即系喺我个创作层面入面，我觉得行啱就诶嗱呢个咪有啲化学作用咯。咁但系我继续我系点样再继续呢啲发掘到呢一啲化学作用出嚟咧？咁就要真系要多啲时间去发掘下啦。咁咯，因为其实我有啲意外，我记得嗰阵时你 po 呢本书出嚟喺你 Facebook 咧，我有啲意外，原来系你冇 po 画嘅。同佢嘅畫其實都幾唔同，我之前見開嗰啲都幾唔同，係咁我係有啲意外嘅，咁啊，但係寶哥可能都揾到一種新嘅風格去配合個故仔。我諗佢都係啦，因為我都不斷同佢講，就係你睇咗本書先，你未睇本書嘅時候咧，你唔好就係話，哎，我啲畫好靚啊，你幾俾幾個 key point 我跟住畫啦，咁成件事冇意思，咁樣已經係失咗個意義嘅。咁所以我跟住我就即刻約咗佢哋食餐飯傾下偈先，嗱，互相你講下。首先認識一下啦，了解一下故事啦，入面你的想法是什麼啦，因為其實又是去回我自己的思維、那個、我思維的方法就是你不識那件事，沒有一些原因逼你做一件事，其實那件事是廢的垃圾來的，你一定要想了後面有什麼原因驅使你這樣做，咁所以我有嘢支持你嘅话，你先做得。如果你净系得几个 key point， 总之咧佢有啲乜乜乜，咁你照画啦。咁嗰件嘢系一定冇灵魂嘅，冇灵魂嘅嘢就不如唔好画啦。咁样，咁所以话，咁我咪啊叫咗佢哋食咗饭，倾下偈，不断交流嘅时候咧，咁就即刻见到稿啦，见到咦又真系同我同你反应一样，咦唔系好同、啊。咁我谂住仲以为系嗰啲咧，带一啲歌德式少女咁样喎。我谂住系咁，啊又出嚟又唔系，咁我觉得，咦咁都真系证明佢睇咗啦，佢真系入咗戏啦，系咯。咁呢个就我就安更加安心啦。呢曹总我谂到第时你可以做咩新工作啦？咩啊？我而家搞 speed dating 啊！你睇下你个匹配拍得几好。系、啊，我做主持嗱、啊，你就系你嚟噶、啊、你头先你睇我听你讲，我搞到好想 join 呢个 plan 啊！咁要入会噶咯，咁样冇问题啦。咁你填翻个表先，冇问题。O K， 系啦。我净系听完曹总头先呢个分享咧 ，DK 你头先仲话曹总系咪做少咗嘢？我而家要分享个，佢做多咗好多嘢啦，系啦。但系做嘢好玩嘅，其实系如果唔系，我唔会星期日翻工嘅。系。遲啲搞多個 speed dating， 邀請大家參加，我哋重仔，全仔啊！你咁樣啊 ，BL 咁樣，都係一個新市場啦、啊。冇錯冇錯，哇！唔定真係一炮而紅喎又，得㗎，有機會㗎。CL 有做過啦 ，BL 未做過啊嘛。我哋嚟先講呢啲，係我哋討論，係好啦。咁啊，我哋即管睇下大友將來會有啲乜嘢發展啦。咁啊，如果佢有出版又好，speed dating 又好，大家飯局都好，記得要出嗱，大家一定要出席咗。如果有嘅話，飯局或者一啲聚會出席。咗先，先有信心再搞 speed dating 啊嘛，系冇错，可能嗰只饭局就 speed dating 咧，咁快咁进取啊，系嘅，你好期待喎，期唔期待？有冇女朋友嘅两位？我有啊，有啊，系咁冇嘢啦。佢唔搞啦，冇去俾人打翻鈴頭啊！有冇男朋友？咁得啦，冇男朋友，冇男朋友。系啦，咁样啦，咁啊，今日好多谢曹总同埋话叶翔，我哋分享咗咁多啦。唔好意思，唔好意思。系希望你哋公司嘅发展一切都顺利，咁一定多啲作品俾我哋睇到，一定系啦。即系咬只波有冇输讲，就靠你哋撑住啦。好，咁就好啦。咁啊，今集嘅节目嚟到呢度，多谢大家收听，多谢咬只波嘅各位观众，多谢晒，多谢晒，多谢咬只波，拜拜，拜拜。